要我说，应该把废旧汽车换粮食给停了吧，这样能节省不少。不行，那些汽车上面的金属是我制造武器的主要材料，绝对不能停。你可以在食物里加入一些变异动物的碎肉，这样不仅可以饱腹，还能提高它们体质。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知道，过两天等溶解他们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会和他们出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。小云子，今儿来挺早啊。拿宝贝的事情自然要积极些，小爷我可是把帮里所有的兄弟都带上，先说好，该我的一分都不能少。放心，都是出来混的，这一点道义还是讲的。各位别来无恙啊。老卢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。分宝贝这种好事怎么能少了我呢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来自灵山会的贝子和他的两个手下，也要参加这次活动。竟然是灵山会。老楼这次是下血本了呀。军械库不好闯，有灵山会的人才保险些。好好好，那咱们这就出发，目标军械库。快把地道的土都拉走，防护墙一定要垒得结实一点。叶哥，大家已经按照计划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好，准备出发吧。现在就去迎春粮仓吗？那里的怪物可是出了名的多呀。山庄外的那群士应该已经出发去军械库了吧？对，他们已经出发了。这跟我们攻打粮仓有什么关系吗？粮仓和军械库离得不远，他们一旦开战，粮仓外围的怪物肯定会被吸引过去，我们只要稍微出手就可以拿下粮仓了。这你都能想得到，不愧是叶哥。你走！大家不要使用热武器，以免把附近的怪物都给引来。是！叶老大救命啊！给我滚开！你还能战斗吗？我还可以。好样的！现在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完成进化。是，谢谢叶老大。表现好的就像他一样，战斗结束后会得到进化药剂，我叶明绝不食言。真的吗？为了进化！兄弟们杀呀！多两点才能多吸引一些怪物过来。是。是枪声，看来离军械库已经很近了。准备掉头吧，那些枪声会把这些怪物吸引走的。是。咱们这样利用那些人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？他们可是我们的对手，我们不狠心，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在咱们云顶山庄下手，你也不想看到那样的结果吧？明白了。有情况，你们先走，我去前面看看。站住！我问你，这些怪物是你引过来的吗？是又如何？还挺嚣张，说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想知道，下辈子吧。脾气还挺冲，那就让我们给你上一课，连体报应者。哼，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。哼，不好。找不出真身的话，你就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废话真多，又猜错喽。我知道你是个二星进化者，但我们不仅也是二星进化者，还拥有职业。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